代逃脱任务三于7日正式上线。这一集依旧留在席余力带领新班底京东炫 Dex 共同突破关卡完成任务。这一季的纳凉特辑特意安排工作人员躲在废弃的建筑物里。节目 PD 坦言，工作人员事前体验时都感到很害怕，认为一定会成功吓到留在席京东炫，没想到连 Dex 也很害怕。对此 Dex 无奈自嘲，这段期间都在装帅，节目播出后形象应该会瞬间崩塌。因为制作组设置的场景都很逼真，让出演者很投入，自己还是第一次这么怕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余力和 Dex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充满暧昧氛围，让刘在熙忍不住笑亏。余力这一季真的好开心，余力则笑着表示自己绝对没有那样的意图，只是自然的流露出的火花。因为刘在熙、京东炫都会先逃跑，反而是 Dex 一直帮助他、照顾他。 Dex 更笑称，感觉就像是重新拍摄《单身即地狱》的感觉啊。